Hello，大家好，又到了我们 Video Talk 时间，我是主持人童杰哦。下礼拜的盘中零股交易就要正式上路喽，投资新手到底该如何挑选正确的标的，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找来的这位投资达人呢，过去曾经有一年创下三倍报酬的经验哦，到底该如何来布局，然后以及如何善用这个零股交易的方式来投入这个股票市场呢？那就不能错过我们今天的 Video Talk 节目哦。那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达人小富爸爸。嗨，小富爸爸。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小虎宝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如何在一个适当的财务规划底下呢，用最小的金额去创造最高的报酬。那等一下会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去用这个小金额去创造三倍的报酬的故事，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会喜欢。OK，好，那既然我们强调说投资心法相当的重要，那今天我们就最先就来问一下小富爸爸，当初到底是怎么用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创造出三倍报酬的这个故事呢？好，其实当然这个是跟选股有关系啊，哈。如果说，但是在选股之前呢，你可能有个重要的要件要先做，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资金的金额大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对，那以我们当时的资金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不是很大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挑选，好，你压力不要太大，因为不要因为这个资金去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比如说，你可能可以拿个10万块钱，对，那你就去挑选那个单价比较低的股票，对。哦，那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之前的那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我们买的单价是在2块钱左右，那最近呢，2块钱左右，那它涨到了7块多，对，但是哪一档呢？你可能各位去搜寻一下，可能会找得到那一档股票。哦，但这个是确实发生的故事哦，因为希该望不会大是家 TDR 吧？也不是 TDR，不是 TDR，对对对，是台股，是台股。对，那其实现在也有一个太阳能股呢，其实这一档也是一样，它的单价都不高，它都低于10块钱以下，那目前涨到30多块钱，这样暗示会不会太明显？这样会不会列管？好，OK，其实重点在什么？其实这个核心的重点是你的资金要先做一个分类，万一你的资金是不多的情况之下呢，我就会建议你可以从不要造成你生活压力的情况之下去规划你该挑选这个标的物。那当然，上市贵公司总共1700档股票嘛，你总是要知道说哪一档是你可以买的。很简单，我假设只有10万块钱或只有5万块钱，从你的价格去找标的，然后再来看这个标的。哦，其实最重要一点是，它如果盘整很久，这个就列为优先的首选。那选股的部分呢，当然市场上有很多的软体啊，有很多的系统，也有很多的达人会分享这个部分，各位就可以从里面去找出哪一些个股是值得你去持有它。OK，好，所以其实总而言之呢，就是如果小资族你的预算有限，你当然不可能一个月赚30K 全部投入股票市场。这个时候零股交易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哦，因为正它确。的单价也比较低。好，那我们就先来上字卡，导播帮我上字卡。我们先来讲一下，到底下个礼拜的盘中零股交易跟现在的盘后零股交易差别在哪里呢？来，首先我们的盘中零股交易，它是从早上的9点开盘就开始可以做交易了，但是我们现行的制度是盘后，我们一天只可以撮合一次。那盘中的零股交易呢，是从早上九点就跟着一般的大盘一起开盘，然后每三分钟就会撮合一次，会采用限价单的方式。那与过去盘后零股交易其实最大的不同就是撮合次数变多了，然后呢，撮合的时间也是由本来一天只有一盘嘛，变成每三分钟就有一盘哦。那成交的顺序呢，就会以时间优先作为这个成交的这个顺序，然后盘后就会是以价格优先，这是最简单的表格，以及我们最简单的那个介绍哦。那想要问一下哦，小富爸爸，那单纯从这个上述我们讲到盘中跟盘后的这个差异啊，你怎么看待说这样子差异，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切入呢？OK，其实对小资来说，或者是你资金是有限的情况之下，你要做这个零股盘中交易，这一次最大的好康，其实对投资人来说，就是你可以去购买高价股的股票。也就是说，我们举例常大家听到的大立光来说，它一张股票可能要300多万。但是300多万，好，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去购买它。可是你现在买一股只要3000块，你买三股就是大概1万块钱，所以你有机会去购买这样子的股票。对，那当然你还有另外思维，就是我刚才在
开场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可以去买一张就是3000块钱的股票也可以，但是领股这次的盘中交易最大优势是大家有机会去购买高单价的股票。那高单价的股票其实它的基本面还有公司的营运状况基本上都不太有问题，所以呢这对小资族来说这是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你有机会去买高单价的股票。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领股的盘中交易呢，你若以每3分钟搓一次来说的话，各位可以算一下，总共有 4.5 个小时，那 4.5 个小时乘上60分钟就270分钟，除以3分钟的话，也就是说你有90次的撮合机会，过往只有一次，对，就是说你可以跟这只股票谈一次恋爱，挂一次单，就是盘后只交易一次，但是呢你现在可以交易90次，总共90次，那这90次你可以在当中去修改你的价格，可以去修改，所以呢这个对小资族来说也是一个优势。那当然也要谨防一件事情，特别要小心的，就是呢有人会去普通市场买股票然后把它倒进来，因为我可能买了大力光，我在大力光我拥有1000股，对不对？那我来小资这边我可以把我的单拆开来卖给你们，我可以买高卖低。可是这样子会比较好卖吗？如果用零股的话，它的交易量会大到可以这样子卖，会比较划算的价格吗？其实零股买到的价格可能会比较偏高，只要这个该档个股呢是向上趋势的话，零股的购买价格应该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呢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买卖价差、我可以买高的，对不起，我买低的，对，来卖高的。但是我可以，各位刚才说了一下哈，总共90次的交易，那我是假设我持有的是900股好了，那我一次是不是可以抛10股卖，一直挂单一直卖？那也太累了吧，那你手续费就被吃掉了吧？不会啊，但是因为现在券商还是有给优惠嘛，那再来就是说我可以买便宜的去卖贵的啊，只要有人愿意来追捧这个零股，而且这个盘的交易呢是分开的，分开也就是说普通股有普通的报价，零股有零股的报价，它是两种报价，所以这个投资人一定要小心，要特别留意的。哦，所以说它就是多给了投资人这个选择，可以到底是选择我要整股的卖，或者是分成零股的卖，因为如果是分成零股卖，可能还会从中有赚到价差的机会哦。那我想问一下小富爸爸，因为你刚刚既然每个人都说零股交易就是可以让你用1000块就可以当大力光的小股东嘛，但是我很好奇到底怎么样的股票是，就是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说高价股可以用零股，那难道一些比较相对低价，比如像最近最夯的联电，他就会比较建议用整张买吗？还是他也可以用零股切入？怎么断讯？哦，我刚刚的问题是说，因为过去大家都说零股交易是买那个大力光啊这种千金股的股票嘛，那难道比较相对低一点的股价就比较不适合用那个零股交易吗？像联电啊，它一张可能2-3万块就有了，那这种会建议用零股吗？ Okay. 好，其实这里面你就要特别去看了，因为如果你把那个我们用买零股的用 ticker 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你要是买大力光，它是属于1000块以上，它 一股的涨跌幅是一个 ticker 是5块钱，你会比较有感。但是呢，如果你买的是10块钱以下的，它每涨一个 tick 一个档次也只有0.01元，0.01元，你去买零股，当然也不是说不适合。那你可以去选择，就是说，假设我的资金是属于小资金的，那我可能去买整张，但是低价股。但是呢，如果我是小资金，我想要拥有比较高价股的话，那就可以透过这次的零股盘中交易去购买。对，这是两个的差异。回归终究还是回到你自己到底持有的本金是多少来做你的财务分类。对，那如果在操作的手法上面呢，因为现在其实 我一直不太懂，就是说盘中零股交易上路之后，当然交易量会变比较大，但是其实早在盘中零股交易前，大家就券商就已经推出定期定额买零股买 ETF， 那到底我们在小资族在介入的时候会建议我们用定期定额方式介入，还是其实我们可以像就是把这个零股交易想象为我就是在操作台股一样，可以因为现在零股交易是不能当冲的嘛，但是就可以像操作台股短线交易嘛，会比较建议哪一种操作吗？ Okay. 好，其实第一个你提到的定期定额的部分哦，定期定额因为其实最主要是你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月只拿1万块钱出来，比如说买大力光，OK， 那
我买了比如说这个月一号我买了大力光，那其实这个股票都是由券商去买回来以后，透过自己的股务系统拆给投资人的，把这个股份分割给投资人的。对，那你可能买到比如说我一个月买10000块钱，事实上我只有买到三股，那第二个月呢你又在买的时候可能价格一样，你还是买到三股，对不对？你连续买三个月，假设我们价格都在固定不变的情况之下，你总共买到九股。可是这里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三个月你每个月都剩1000块钱，理当来说第四个月你应该要买到四股才对，可是因为你定期定额只能一次买就是10000块，所以在系统设定上就是只能买到三股。所以定期定额呢，我不能说它不好，我反而会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可以透过新的投资方式，也就是这次零股盘中交易后，你可以改变你的投资结构，采用一种叫做定期定股的购买方式。定期定股，对，定期定股的购买方式。定期定股的购买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买大力光，我买了我设定每个月一号我买三股，我花了9000块钱，对不对？那你在下个月一号的时候呢，我还是买三股，可是大力光可能你要花掉你比如说10000块钱的，哎，那同学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就很特别了？我上个月我买了9000块是三股，对不对？那你下个月买的时候你是花了10000块钱买到三股，那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大家会不开心啊。为什么不开心？我就觉得 早知道我9000的时候我就要多买10000就好啦，但我还可以省一点。对，可是反过来说呢，这个就是定期定股的好处。我同样买三股，可是因为我支出的本金我增加了，那代表什么？你选对了标的物。上个月我选对，这个月它涨了，所以我要支付的金额是增加。这个就是定期定股，它会让你很明确的、有感的参与整个投资，不会像是你可能做定期定额。我相信你定期定额扣三年后，你会说：“哎，请问一下，我到那个时候到底买了这个股票，是涨是跌？到底有剩多少钱？搞不好里面剩下的钱，我还花掉呢，我都搞不清楚我是存了多少钱。”对，三年后我可能认为我投资36万，可是实际上你持有的股数并没有这一些数量，对不对？这就是定期定额的盲点。但定期定股就很明确了哦，我买了每个月都会有扣款，每个月都告诉你这个月赚钱还是赔钱。哎，我如果一直买，比如说我在买的时候，我这个月买了三股，花了9000块，下个月呢，你买一样三股，结果你只剩下6000块，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过啦。是，对，我的股票趋势是往下，我如果往下，那代表我选错标的物，那你何不考虑一下换你的标的物？因为你赔钱了嘛，上个月买9000，这个月剩6000块，同样买到一样的股数，所以定期定股这样的投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投资人每个月去检视自己的投资标的正不正确，并且呢，你还可以在这个选择标的物的过程当中去练习你的盘感以及你选标的物的能力。对，这是比较不一样的投资方式。哦，所以说其实应该是说盘中零股交易上路之后呢，可以让定期定额有一个另外的操作手法，采用定期定股，然后更有盘感，然后让小资族也可以从中，这算是小练习吧，对不对？小练习去了解说到底有怎么样的操作策略。那我想问一下小富爸爸，因为像现在目前还都是盘后零股，那你在盘后零股你的出价跟你觉得未来盘中零股的出价，他们的出价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OK，盘后零股交易哦，这个零股交易还是保留这个机制，保留哦，也就是说它撮合的价位呢基本上是普通股一点半收盘价位的中价，所以呢你定价，假设你急迫性想要抢到这张零股的话，你的挂单方式就变成你要挂涨停，因为它撮合的顺位是从涨停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到最后跌停，从上面这样一路挂下来。对，这是盘后交易的挂法，假设你积极想要就是挂涨停，但是你买到的价格不会是涨停的价格，它是一点半的时候就是普通股的收盘的中价、哦、大部分是这样子，除非你遇到的是股本比较小的公司，那你就可能会买到，就是真的有可能买到涨停，不过这个机会不高，这是盘后的部分。那盘中交易呢就变成是因为现在可能三分钟搓一次，可能两分钟，可能十分钟都不一定，但是呢如果规定出来是三分钟搓一次好了，三分钟我可以去修改我的这个价位，
我是可以限定价格去买，我碰到这个价格再去买它，我可以设定涨停去买它，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在挂单上面是你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可是你要是盘后我就一次，是不是我就一次的交易机会，我当中就不能休，我就挂出去就等而已啊。可是你如果今天盘中交易开始以后呢，就将近有90次的撮合机会，对，它不会是好像这个大包两个大包，就是说在一点就是如果是盘后交易的话，整包两个一起丢进来撮一次，然后再见就结束了，你有成交或没 成交就结束了。那你现在如果是从9点开始挂单，第一次撮合是9点10分开始撮，好，一路撮撮撮撮撮到1点半，有这么多次的比对机会，我相信你应该买到的机会会高很多。对，哦，所以就是增加我们买到的机会，而且也不会用这么极端，要么就涨停，要么就跌停的挂单方法嘛。因为对，因为之前我就玩定期定额买0050，然后我在13000的时候我就想要卖掉，可是偏偏我挂单永远都卖不出去。后来我就问了人家，原来因为我印象中有人告诉我说买零股都是要用涨停价去买，所以说我当然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是用涨停价卖啊，难怪我永远都撮合不成功。对啊，所以说其实哦，现在盘后零股照理来讲，其实是不是一般要卖的人都会用跌停价去卖，那买的人会用涨停价去买，那这样子撮合起来会以涨停价成交吗？所以未来在盘中可能就比较贴近实际的股价。没错，但是买零股还是就是盘中交易还是要小心哦，你还是要去挑选那个流通量比较高的股票，如果它的交易量是特别低的零股哦，其实当然就不建议去买，就会比较不建议，因为 你等于是挂在那边都没人买卖，所以零股还是要特别去挑选过，不能说哦，我喜欢这家公司就统统买它，对，除非你对它的公司是非常信赖，或者你的目的性是为了要凑成一张慢慢累积，对，那就不一样。那就会回到我刚才提到说，比如说你定期定股，我可以一个月设定100股，那我很明确知道一年后我至少持有这家公司 1.2 张、可是定期定额你就是即便你是一直买， 你到底持有一张还是多少股你都搞不清楚吧，对不对？对，我现在就是这样，我的0050好像也不过就不到1000股，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几百股，我就很没有一张的感觉，感觉不到，没有办法 touch。 对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真的买到东西，就好像是买一点点碎肉，你就永远吃不到一个牛排。那我想要我想回复一下我们的网友的问题哦，小富爸爸他们有大家很关心说零股交易的手续费的问题，手续费它是有什么样的比较表，还是说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对，其实手续费哦，零股现在的规定来说，一股的最低交易手续费就是20块钱，就是20块钱，不管你买多少。那这个呢，我用一个数字跟大家讲哦，就是14035。所谓的14035，意思是说你必须要买14035块钱，你才可以充分去享受到就是20块钱的手续费的支出。所以这个有一点有趣的地方，假设你买的金额，这个零股总数，比如说大力光你买了三股，其实你可能花的是9000块，那但是还是要告诉你还是要花20块的手续费。好，我这个前提是在于券商并没有给你任何折扣的情况下，而是用就是目前的规定来说。对，那你买5000块的零股好了，一个月买5000块零股，你的手续费还是要花20块钱。我不管你买几股，就是最低就是20块钱。所以在这方面你的成本可能会增加，要特别留意。对，要特别留意。但如果说你买的金额是超过好，比如说14035块以上的时候，诶，那也这时候有一个很特别，你不仅可以买高单价的零股，你也不妨可以考虑普通股的低价股。普通股的低价股哦，像联电吗？联电超过那个30000块了，对，现在已经是30000多块。所以我举例来讲好了，比如说中元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买罐头，那这家罐头的公司呢，它现在的股价呢不到10块钱，就7块多。对，那这个你就可以去买它，那它可能每年在这个时候也会涨一波，这样有没有有推荐的感觉？没有没有没有推荐哈，纯粹是分享。就是说你的金额如果超过，已经超过14000多了，你为什么也你可以有另一个选择，除了零股买高单价之外，你还可以买一张的低单价，好比金融股类群也是一堆，对。
了解，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因为刚才有些网友的那个回有点被删掉，就有人有提到说零股是可以买大力光，然后有没有几个比较推荐的标的，或者你说交易量比较大的标的？其实这个就这个呢，我用个人经验来分享哈，我会建议哈，投资人其实还是要找你熟悉的产业哦，比如说你在电子产业，当然你就选择电子产业类别的高单价。这个蛮多的，那如果你在生技产业，也有很多的高单价是可以买，对，只是你要特别了解，就是说这些高单价的公司，它到底是追逐梦想呢，还是它真的有确实的营收？因为在生技的部分跟电子类别这两个族群来说，就有比较大的差异。好比现在的疫情关系嘛，你要是生技类别，很多的疫苗还没有发展出来，或者很多它周边的检查。啊，部分还没有出来，可是股价已经喷发到你无法想象的状况，对不对？那你要去买它，当然也可以，不是不行，但是要你熟悉的产业哦。所以其实各类别都可以，都可以去投资，并没有说特别限制在哪一个类别。但是高单价你要特别留意，就是第一个它的股本，第二个它有没有真实的确定营收有进来，对，这个分享给大家。OK， 好，那我想再补充一点，因为刚才有讲到说手续费的部分嘛，像现在很多券商他们有推出定期定额手续费只要1块钱的这个优惠，那小布爸爸，到底在这个时候呢，我如果要用，就是一样我都要介入零股，我一样一个月就是只有3000块的扣打，我选择 ETF， 我的手续费才1块，但我如果选择盘中零股，我还要自己去看盘，然后还要再付出20块的手续费，这样子推荐，你会觉得小资族到底该选择怎么样会比较划算，比较优惠？OK， 这有两个点哦。第一个就是投资股票不外乎是为了赚取所谓的价差，对不对？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是手续费的支出成本嘛，所以如果你要买零股或买 ETF，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哦，就是 ETF 是一个包裹式的，我买了一群哦，可能比如说50档台湾全职最大的股票50家，对不对？我买了50家，我等于是一个包裹，我就开始用定期定额去买它，不错，反正它就是有固定的派息下来，我就分到这个利润，啊，还不错啊。其实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如果你买个股，有多了一项最特别的好看，就是你会有一些股东纪念品的小回馈，这样子有点差别。回归本业，回归本业啊，没有没有，对对，但是还是要特别强调这两个的差异。但是如果说你要买 ETF， 其实它的收益也不错。那有些人长期买下 ETF， 就是我持有，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嘛，那我就是买一个包裹式的。可是如果你对产业是有信赖感，也有熟悉度的话，那我当然会建议你可以从一个不一定要持有 ETF， 你可以持有是个股，比如说像台积电，你慢慢累积，哪天你出去跟人家讲说，哎，我是台积电的股东，我是大力光的股东，其实还蛮开心的，不是吗？对不对？小虚荣感，小虚荣感。也不是，但是他们真的营收也不错，也不错，是真的。哦，所以其实就是适合不同类型的投资人啊。ETF 会比较适合保守型的投资人，那如果比较积极型的，愿意看盘，也对产业有兴趣了解的，就可以建议用盘中零股交易的方式嘛。那小布爸爸最后想要请你推荐我们，到底在投资信盘上面有没有几大步骤？你怎么挑选你喜欢的标的？有没有几个 step？你说挑选喜欢的标的，对啊，就你到底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标的？因为你刚刚又说，哎，买零股又要流动性高，然后又要又够稳嘛，然后又不能买像 TDR 这种，就是你知道吗？突然暴起或者生技股这种突然风潮的热门股，那这样小资族不会选啊。年轻人今年投入股市那么多，到底投资小白要怎么样操作这个投资心法？几大步骤的建议。好，我先分析一下哈。对于小白投资人来说，你要先知道一下你的资金到底有多少。比如说你是在10万块以下，或是50万以下。我们一般集聚是这样啊，依照券商的分类是50万以下是一个集聚，50万以上一个集聚，500万以上一个集聚。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假设你在50以下 ，OK， 也没有问题。那你要从50里面去挑，那你可能50又切40、30、20、10万，没有问题。你先把你的资金，假设你的定位就是10万块钱好了，这是我的闲余资金。哦，那 OK， 那我就是闲余资金来做分类。好，我要去选的就是要先把这10万块先拆解掉哦。比如说你要把它拆成3等份或4等份，那你10万块钱拆成3等份就是3万、3万、3万多的意思嘛？那你可以选的标的物大概就是3万多的这个高单价的个股，或者你要买 ETF 也 OK。
好、哦，这个就是你的资金下去先拆解，先了解自己。好、哦，这是有闲余资金的规划方式。那如果你是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每个月有固定会有剩下来，我想要存钱，但因为现在定存是低利率时代，我存也没有用，那我不如去投资股票的角度，那就是我可以采用了刚才提到定期定额或定期定股这两个投资的方式都是不错的。那你这个选的标的物呢，就是选择你熟悉的产业去进行投资就可以了。对 ，OK， 那我想再追一下问一个最后，因为我们有网友很认真在听，他有说定期定股是跟定期定额相比会风险比较低嘛？因为我们刚才主要是讲说定期定股会让人家比较有踏实感，确定说我十个月之后会有一张股票嘛。那现在如果以风险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有比较分散风险吗？定期定股跟定期定额，我们先撇开 ETF 好了，因为 ETF 就是包括了嘛，我们是采用个股的比较基础来说，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最大的差别是定期定额它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像是无感式的投资，反正我就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嗯、那你能丢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我不晓得，但是这里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定期定额万一你真需要资金的时候，刚好你要出场的时间是在低档的价位，你甚至连一个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是比较属于被动式的投资法，我急需要资金，我只好解约把这些股票全部卖掉嘛，那现金又回来、嗯、是赚是赔我都不管的。但是呢定期定股它是属于比较积极型的，因为我每个月都有参数，这个月扣的钱比上个月多一点，开心我有赚钱，我可以练习盘感，而且呢一旦我发现我标的物不对的时候，我下个月就换或我出场，在停损停利的角度上面，我就觉得 我先停损没关系，我换下一档，或者我有赚钱我马上就停利。其实这样的操作是可以比较积极去了解股票的运作方式，定期定额会比较不了解，确实比较不了解，因为 你就是一直丢，你不晓得到底好还是不好，等到你结算或者你遇到一个障碍，就是我急需要这笔钱，我去看一下，哇一算怎么办，万一我要钱但我钱又不够，我就是只好把它卖掉，你可能赔钱出场。可是定期定额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提醒你之外呢，你就会知道说我可能要开始了解一下这档股票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持有呢。那其实定期定股最大好处是，如果你买在的趋势线上扬的过程，每个月都告诉你你要多花钱买股票，要多花钱买股票，要恭喜你了，你每个月都赚钱、啊、真的。但是定期定额你一定会无感，很容易忘记，所以其实也没有，也不是风不风险的问题啦，只是说优劣比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一个是比较适合保守型的，然后一个比较适合积极型的投资人，然后可以加码、啊、然后可以练习股感啊，对于一个想要进入股票市场的是一个蛮好的士兵值啊，我觉得没错没错，非常适合。对，那想要再问一下小布吧，最后了，就是、嗯、因为盘中领股下个礼拜就要上路，那大家一定都会觉得奇怪、嗯、那就像你刚才讲的嘛，我们挂单有些时候可能用涨停，有时候用跌停，就是很极端，那盘中有比较多方式，对，那对整个总归来说，盘中有没有几个小小的特点要注意？比如说，我要抢第一单挂单吗？还是我要抢什么时机点挂单？以及我的定价有没有什么小配方还是小策略？好，这个哦，如果说你是主攻在领股盘中交易这个市场里面，我会建议你的系统至少假设你能盯盘的前提之下，那因为你想要在这里面赚取你要的报酬，挂价这个部分呢，你记得要开两个萤幕，至少要开两个萤幕。为什么呢？因为普通价格跟领股的报价是两个系统，所以你要两个萤幕。普通价格是指说一般一张的普通股市价格跟是不同的系统，不同的是两个报价，是两个报价，所以两个价位是不一样。所以呢，你看当你看到两个价位不同的时候，普通股现在的市场是这样，领股是这样，那你应该知道说我要怎么出这个价格才能取得，要怎么出这个价格我不知道是要以一般的报价吗、还是应该要以这个报价、你当然要用一般的来下会比较好，这样子进购的成本比较低，因为领股的话就变成你硬要抢了嘛，因为它价格可能会高一点，假设我们在上升趋势段的话，领股的价格会比较偏高一点，大力光来举例好了，3000块跟领股可能要3005块钱，对不对？那你要不要买这3005块、你就考虑你可以挂3000啊，你不一定要挂3005块啊，
但是如果你看的这个趋势是往上走的话，那我就还是挂3005块 ，OK， 强力取得它。对，这就是在零股盘中交易，我要建议大家，你要假设你是能盯盘，你就要开2个萤幕来看，会比较合适。Oh. 对，然后记得挂单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呢，现在的系统里面在零股的交易里面会有2个栏位，一个是零股盘中，一个是零股盘后。所以你选单不要选错，因为很多人都还不晓得说到底我到底怎么下这个零股，因为我按一次以后呢，那我就一定能成交，并且要留意盘中的这个下单，如果当天没有成交，这一笔单的委托单不会递延到盘后去，嗯，不会，你要重新再下一次，所以你要下盘中就是盘中，下盘后就是盘后，要弄清楚。对，那我们要抢第一单嘛，因为上面也有网友问到说零股预约下单是要以开盘价下单会比较容易成交吗？其实这样说好了，好，零股的部分呢，它第一笔撮合的，它是9点开始接单，哦，普通股是8点半试撮，那零股的部分是9点，那9点的时候，它第一撮单是9点10分，那你下单的技巧，我当然会建议就是说，假设当然如果看美股是，现在刚好有点反向哦，反向哦，记得反向，就是美股如果是涨的时候呢，那台股就可能会是一个开高走低。那如果美股是跌的时候，美股是跌的时候呢，台股就很容易是开低走高，是反向的。所以挂单的部分呢，就是你当然是如果是开低，那你当然今天就可以去取得它，就反过来做，要反过来，你要做跟别人不一样的方式，你比较容易能够产生获利。了解，所以说这个开盘价是没有绝对，就是我不一定要用昨天的收盘价来做平盘的整理，我可以选择，哎，如果美股是涨的，我今天就可以用小跌，跌便宜一点点的价格去接嘛，去买它，先等它跌下来的时候去接，接了以后，那你今天就可能当天就有获利了，只是说你要明天再卖，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我这个网友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我用平盘的价格会比较容易成交吗？开第一盘的时候，会啊，会比较容易成交啊。可是你还是要去看试撮盘，要去看普通股的试撮盘。在8点半那个时候的价位，哦，所以还是要参考，先参考一下，就是一般股市，因为8点半就会有先一个试撮盘模拟吗？嗯，对，就是会有买卖双方，就是把价格丢出来，尾卖尾买的都会丢出来，有试撮盘是在8点半，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的，但是大户都会留意，大户都是在先看一下试撮盘今天大概丢什么价格。但是他到快9点的时候呢，这个单就会突然间被砍掉取消，就是有点试水温的试撮单。哦，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试撮单来先了解一下市场到底对于今天的行情是怎么看待，然后以及我的第一单到底是要挂什么单。那是不是建议那种小白投资人先不要抢第一单，先看一下第一盘撮了之后会不会比较稳一点呢？其实一般如果小资族要开始投资哦，盘中交易跟普通股的交易一样哦，通常都在10点半之前会是今天最大的振幅，会是最大的振幅。也就是说，如果盘中没有意外状况或盘末没有意外状况的话，通常一开盘就已经决定今天的生死了，基本上已经可以决定了，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那如果你今天就假设我刚才讲说美股是今天昨天是收涨好了，那你今天就有可能台股是先开然后再往下打，那你就在下面再接就好，所以不用急。你在9点10分第一撮单以后一直到10点半之间，事实上都是最好的入手买股票的时间，一般来说是这样子。 OK， 好，那小鹿把最后时间的关系就请帮我们总结一下，到底盘中零股交易要注意哪些点，以及它的投资心法如何，来给你总结。给我总结吗？好好，零股盘中交易哦，其实我还是回到那个基本面上面来看，就是说先了解自己的财务总和，然后呢依照自己的财务状况，好，我刚才会建议大家我总和一个分类，就是两个，一个是你有整笔的闲余资金，第二个呢是你一个有每个月剩余的资金，这两块的规划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每月有剩余的资金一部分，我就会建议大家你可以用定期定额或定期定股的方式投资。那如果你是闲置的资金单笔的，你建议你要把这个资金要做拆分开来，有一定比例，不要一次把这10万块 all in 或20万就 all in， 一定要切分这个比例，分散风险。再去
分散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市场的变化会是什么，因为你现在的盘感还不够的情况下，真的要小心，还是要留点后路。对，你要可以加码摊平，或者你要追高也要有资金。对，所以呢，单笔的规划方式跟每月的规划方式是不一样的。那由这个财务结构上，你就可以再去分类说，好，我的资金大小，明确之后，我要参与的是一般的普通股的盘中交易，还是我要去参与的是零股的盘中交易？因为你要去买盘中的一般的，对不起，普通股的盘中交易的话，你的资金或许不够大，那你只好退回来在零股这边做选择。就像好比大力光这样高价股，你只有在零股盘中交易，你可能才有办法介入并成为它的股东。对，但是如果说你的资金觉得说，哎，我不想要只有零股，那当然你还可以跳回普通股的市场里面去选择，就是我买低价股的金融股来做一个资产的累积，也是一个方式。所以呢，纵观来说，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先了解自己投资属性，以及到底能不能盯盘，这些都要了解清楚之后，再安排你的资金规划方式，每月的呢，还是单笔的资金的分类，然后最后呢，再进入所谓的产业别，先找熟悉的，对，熟悉的先投资，不熟悉就先不要碰，如果真的都不熟，那就买 ETF。最无脑投资法，最好还是搭配定期定额，还可以省手续费哦。也可以，没错。那时间的问关系，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为止。那就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小布爸爸，然后谢谢所有的观众。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